我们还没完呢。哎呀，咱们回家说吧。不气了，不气了，不气了，不气了。鬼白，帮我查封这个毒方。是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您听我说，你们几个上。哎，这一定是误会，这真不是我的东西啊。官爷，不是，这真不是我的东西啊。官爷，林雨轩。夫人。可以解释一下的，就是那个他们四个姑娘上来就围着我，然后哎，其实就是你看到的，不是？嗯，各位，今日我要处理一些家务事，整顿家风。我不想伤及无辜，要是不想挨棍子的。就给我闪开！给我闪开！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夫人，莫要冲动。我不想打你，你起开。我数三下，你给我起开啊！一，鬼白帮我解释一下。二，说呀。三，我今天你厉害呀！啊，鬼白在哪呢？你问鬼白，你问他。让你松开。不松。是这个黑心赌坊的掌柜，死不足惜。谢谢夫人呐、啊。我这么厉害的？啊！但是我们还没完呢。哎呀！咱们回家说吧。不气了，不气了，不气了，不气了。你早不说清楚，害得我生这么一大口气。你倒是给我时间说呀，还是我的。不过我来赌坊的确是来找你的。我怎么知道？哎，我一进去就看到那么一大帮女的围着你，要谁谁不生气啊。对不起。是，这还差不多。你干嘛？别动。哎，不是这么多人，别动，你别动，我就是要让大家看看，我是县令夫人，看以后谁还敢欺负你。